大家好，我是薄荷。丝瓜瓤的好处我想大家都知道，它可以用来清洁餐具，但用它煮水或炖汤喝功效更多哦。一、促进乳汁分泌。女性用它煮水喝以后，能促进乳汁分泌，对女性生小孩以后出现了产后无奶或乳汁不足等都有明显调理作用。另外，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多用丝瓜瓤煮水喝，还能消炎杀菌，能够有效预防女性乳腺炎发生。二、通经活络。丝瓜瓤入药以后能促进血液循环，可以缓解气血瘀滞，还能活血调经，它对女性月经不调和、经期腹痛都有明显的缓解作用。三、清热化痰。丝瓜瓤是一种性质寒凉的中药材，它入药以后能驱热也能润肺，人们出现肺燥咳嗽和痰多咳嗽时都可以直接服用适量的丝瓜瓤，它能让人体出现了不适的症状很快减轻。用丝瓜瓤煮水喝或搭配其他食物炖汤喝都可以，平时也可以喝一些胖大海，能清热润肺。膝关节有问题的朋友受凉后呢会出现膝盖疼痛的问题，那这种情况啊很可能呢是膝关节炎发作了，严重时呢爬上下楼梯膝盖呀会感觉疼痛。那今天啊就教大家呢一套暖膝康复操。一、高位马步，两膝稍弯曲，以膝盖不超过脚尖为宜，静蹲不动，两手平举，目视前方，坚持1分钟，并逐渐增加时间。二、坐位深吸，坐在椅子上，将双足平放在地上，然后逐渐将左右膝伸直，并保持伸腿姿势5到10秒钟，再慢慢放下，双腿交替进行，重复练习10到20次。三、推擦大腿，坐位，双膝屈曲，两手掌指面分别放在左右腿根，然后稍加用力，沿着大腿两侧向膝关节处推擦10到20次，双腿交替进行。四、仰卧抬腿，仰卧床上，抬起一侧腿向上15到30度左右。初坐时呢，可保持1到3分钟，双腿交替进行。练习一段时间后，空中抬腿时间争取达到10到15分钟。五、仰卧屈膝，仰卧位，将一侧膝关节屈曲，尽量贴向胸部，用双手将大腿固定5到10秒钟，然后逐渐伸直膝关节，两腿交替进行，重复练习10到20次。那这5个小动作呢，只要没事的时候经常做一做，就能够呢帮助解决膝盖疼痛的问题，让你到了80岁呢也能健步如飞。心灵手巧，那手指灵活的人呢通常呢更聪明。那按照中医理论，手指和经络呢是相通的，从大拇指到小指依次呢与人体的肺、大肠、心包、三焦、心脏和小肠相对应，那并且呀还集中了其他重要的穴位。今天呢就教大家呢一套健脑神操，4个简单的手指动作可以呢帮助我们锻炼脑神经。一、紧握拳头，双手食指逐一迅速展开，然后运力屈指握拳，反复锻炼。一开始呢会感觉到酸胀，那随着练习次数增多会消失，每次呢30到50次，因人而异。二、推扳手指，先用右手抓住左手，然后用拇指一一向外推扳左手各个手指，再用左手抓住右手，然后用拇指一一呢向外推扳右手各手指，各做10到20次，用力呢不要过度，有酸胀即可，尤其啊是在冬季或者是手冷的时候。三、弹击手指，弹击时呢拇指弹拇指，食指弹食指，中指弹中指，无名指弹无名指，小指呢弹小指，需要呢用力，最好呢是有痛感。四、敲打虎口，右手握拳敲打左手虎口，再敲打小指侧、手背与掌心各10次，然后呢再由左手握拳敲打呢右手虎口、小指侧、手背
与掌心各十次，每天早晚8点钟左右是我们头脑最清醒、记忆力最好的时候，也是呢练习手指操的最佳时机。每次呢练习15到20分钟，可以呢增加大脑的血流量，激活呢一些处于睡眠状态的脑细胞，训练大脑的协调功能。疾病来说呢，我相信呢大家都不陌生了。那高血压呀，作为我们现在生活中的一种非常常见的疾病，经常呢会非常胖的人，或者是压力非常大的人，或者呢是老年人，都很容易呢得上这种疾病，而且呀很难治愈。那中医认为呀，穴位按摩可以呢起到降血压的作用。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几个高血压的穴位按摩法。首先呀，第一个呢是风池穴。风池穴呢是在头额后面大筋的两旁与耳垂平行处。那高血压呀，是一种呢动脉血流压力增高为临床的一种表现，那常见的慢性病，经常呢点按风池穴，能够呢清热明目、通经活络、调和气血、疏风解热、清火开窍。那一般呢按揉这个穴位呀5到10分钟左右呢就可以了。然后呢是脚上的太溪穴。太溪穴呀是在内踝后方与脚跟骨筋腱之间的凹陷处。那我们每天泡完脚后啊，然后进行点按。第二个穴位啊是点按太冲穴。太冲穴呢是在我们第一二指骨结合部之前的凹陷处，也是呢点按。这两个穴位啊对于治疗高血压呀有很好的效果。那太冲穴和太溪穴可以呢平肝降胆、滋阴补肾、泻热安神，每天呢按摩5到10分钟就可以了。所以啊有高血压的人呢不妨多试一试呢这几个穴位，可以呢帮助我们很好的降低血压。生活中呢腰部过于疲劳时，如果呢再以不正确的姿势搬运重物，容易呢闪到腰，那造成损伤，那通常呢伴有剧烈的疼痛，这时候啊去刺激腰部穴位可能呢会痛上加痛。对此呢中医专家推荐试一试啊中医以远之近点穴疗法，那按摩小腿后面正中的承山穴，从而啊可以缓解腰部的疼痛。承山穴呀是在我们这个小腿上，取穴时呢仰卧或者是俯卧，然后取腘横纹中点与外踝尖连线的中点处，就是呢承山穴了。那按摩这个穴位的时候呢，用两个手的拇指来点按，按压5秒钟，然后呢松开，然后再点按，每次点按3到5分钟即可，力度适中。那承山穴呀，具有理气止痛、舒筋活络、消滞的作用，经常按压此穴呢可舒筋活络、壮筋补虚，对缓解腰背疼痛、腿疼转筋、小腿痉挛等效果良好。在缓解肌肉紧张的同时呢消除疲劳感。此外呢经常按摩此穴还能够呢舒畅同一条经络上的精气，散寒祛湿，对痔疮、便秘等肛门部疾患呢也有功效。